这个昨天自己还在讲自己搞错，没搞错。新的呢，大家都知道他搞错了，他也不是想搞错。对，这窝囊废嘛，是吧？对，真是。他是被思想牵着鼻子走。对。现在问题是都没有人想来背这个责任，对，没事，谁都不想背。对，电话。林思潘说这不关我事。都在看我。还有25个人是在番工帽上车，另外25个不是这个，不是这个是。对，那我让他发了，但他们都没把东西发过去，没有，这才好吗？电台才好。好吗？这次一律不再去的严肃一点，再可以严肃。好，严肃点。嗯 ，OK， 那行，那您赶紧。行，那您再给四元的 fax 好，谢谢啊，嗯，拜拜。然后脸可以再往这边。你要跟人家说话才行。对。这样呢，我刚才在说，就是说没人训，我就在训一个人。以前没有的时候，他就训你一个人，现在多一个人训了。对。老哥也可以训。老哥今天还在去买机票去。这样子，你养个小猫，那也可以训的猫。对。这样。啊，我们批判一下中投公司，把这钱，国家的钱，错误的投给黑市，投给香港人认识。对，梁锦顺，把国家的钱亏的啊。对，这事情很严重。哎，您好，那个 Casey 是吗？哎，我转呢。那个是这样，那个您能不能把唐生气的后果很严重。对，我们不高兴。43个人的人名能给我吗？我要请。我可以足够。我一发达的就是校巴，真是突然间就发了。啊 ，Go。Go。嗯，好。渥太华一日游的领导。降职了，就是。啊？降职了，怎么样 ？OK， 可以。啊。往前走，走走走走走走走。小卢啊，身子往那边推。要换地方。